好家伙，一个巨人罐子，其他全都是随机罐子。本大嘴猜猜，里面肯定有一个超厉害的僵尸。咋？是烈火拳，不是厉害的僵尸，而是厉害的植物呢，老大。我再砸，怎么又是植物？僵尸呢？来了，还是一个机甲橄榄球呢，老大，你喜欢吧？不得。有烈焰火炬我怕啥，有击退效果还有伤害，给我退退退。哦家伙，这关名字还真叫退退退，这关一定很简单了。哦呦，还有一个原始豌豆射手呢，这个巨人罐子里一定会是精卫巨人，不是今晚我倒立吃饭。既然已成，食言者当受食言之罚。 What？ 骑兵僵尸啊。鬼畜了是吧？骑兵僵尸鬼畜了。真是 so easy 呀！我还以为很难呢，没想到就这，就这。老大又开始膨胀了。前面的僵尸就随随便便的打啦，嘿嘿。我是全民性僵尸啊，要撞上了。老大你想多了。 A few inches later。 好，前面的僵尸很简单就过了，现在精卫巨人僵尸也本大嘴出来了。老大是贵族巨人，今晚你要倒立吃饭。 No， 我不要啊。既然已成，食言者当受食言之罚。Ha ha ha!